好的，我们现在呢要开始我们第二轮的比拼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会有两个项目需要大家来参与，分别是背后抱心有灵犀、抱抱圆台。首先要进行的是我们的这个背后抱心有灵犀。规则呢是这样，两队轮流挑战，男生咬住口哨并戴上手套，从后背拉住女生的手进行比划，女生猜题，三分钟之内猜对题目更多的一队获胜，两队有且仅有一次过的机会。雪琴，这个背后抱心有灵犀，你选择谁呢？老秦。老秦，两位请上场。拿下，拿下，拿下了，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，快！耶、yeah. ！我在这儿啊。准备了啊！预备备，三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好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对。剔牙。哎，感受到了吗？猜猜猜，他演得好呀。刮胡子。不是不是，哎，秦霄贤，秦霄贤，流口水，漂亮，好，好，两个字，呱呱，两个字，啊，悟空，猴子，什么猴？孙猴。有情绪的。好，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哇，他好厉害！快快快快快，有时间。啊，四个字。妈呀！加油加油！啊！哼出来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四个字，哒哒哒哒，超级玛丽，回答正确，好，两个字，那好聪明啊，铁血公主，哎呀妈，雪岭公主，什么铁血公主，铁血公主，两个字，你别聊天，他开始演了，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叫叫，什么马？回答正确，漂亮，哇，好厉害，雪岭公主，下一题，三个字。啊，像啊，嗯，卖萌，三个字，护肤贴面膜，换一个字，敷面膜，对，回答正，三个字，你俩，你俩，王鹤棣，老，投篮，那叫啥？三个字，流川不是那个，不是人名，不是人名，动词，护篮王，动词，换啊。冻死三分，简单一点，他在投篮打篮球，哎，回答正确，时间到了，漂亮，来掌声给他们，太复杂，哇，真的很棒，已经答对很多了，很厉害了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他好厉害。